王二侠，玉玉，看前面，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你别让我把我衣服给我弄坏了。我在7月一进厕所就特别紧张，就是因为小时候把他关厕所关了一天，他留下了心理阴影。这都过了1年多了，也搬家了，他一直不敢进小房间，比如说卫生间呀，或者是厨房呀，他从来都一进去就从来不会主动进去。然后我把他抱进去，他就特别特别紧张，不知道啊！哎呀，你那你要不要这么害怕呀？我这都挠破皮了。不知道他这个心理阴影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帮他克服。每次进卫生间，每次就是我抱他进卫生间，然后他就特别紧张，全身僵硬，然后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给他留下了这么大的心理阴影。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亲一下嘛，那小绵羊最近瘦了，可能给他们换了猫粮不适应，瘦了，都瘦了。哎呀，